没可能啊，为什么是两条线？下去明明就是我没有接触风险啊，不然要怎样啊？两条线 ，yes yes， 保险保险，这样子赔多少？这样子赔多少？居隔一天4500，4500乘以7天4000，4×3=35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太缺德，这样太缺德了。来先去 PCR， 先去 PCR。两条。也是啦，反正该来的总是会来。现在要干嘛啊？1922对不对？喂，你好，我确诊了。没事，我没什么症状啊。没事，之前会帮我弄吃的。好，拜。喂，哦，之前啊，你就炒饭就好了啊，你放门口，你敲门，我这样出去拿。拜。谁啊？喂，哦，我去工作。没事，我有好，好，我有通报，那个连结有收到，简讯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。到底是谁？如果这一通电话给我接起来，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真的会杀人。喂。这样子，然后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人家说，就是得 Omicron 好像会有那种鸡鸡变小的症状，我就是想说有点担心，问一下会不会也有这样子。这个部分是有可能的，那这个也是不可逆的，就是或者是你可能先天就是比较小，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。那建议你就是如果以后痊愈了，也不用去挂泌尿科，因为这件事就是没有办法治疗的，就要很轻易接受这个现实。那当然，障碍的部分也是不会给你就是把手册或是有补助的。那最后药的部分呢，会再请你的家人来拿，那祝你早日康复哦，拜拜。喂，我跟你说我也确诊了，你们要不要筛一下？我们今天还一起吃饭。哈，你筛了？阴性？怎么可能啊？可是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你们筛都阴性，然后只有我是阳性？只有我中奖吗？还是你们筛起来有问题啊？你们要不要再筛一次？还是我筛起来有问题？搞不好再筛一次就阴性？那我等下再弄一次好了。你们也再筛一次啊！我不相信，你们怎么可能阴性呢、啊？白痴哦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！过去！不要看人，我晚回去。喂，姚志谦。晚餐嘞，什么时候送进来？喂，那我就只能开就是针对你轻症那些症状治疗的药给你。
真的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发烧的很严重，而且如果我这样烧一烧就整个变笨掉怎么办？而且我靠脑袋吃饭呢，你这样如果我真的变笨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真的拜托你思考一下好不好，医生？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部分我真的也按捺不住。拜托，我真的很不舒服，我都不能开药了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喂，张全。我哪写啊？你有什么推荐的剧可以看呢、啊？我现在剧荒了。最近不是那个《怪奇物语》第四季？哦，不要那个，前面三季跟第四季中间空太久，我根本就不记得前面三季演什么。而且你看那个 Eleven 现在多少 Seven Eleven 长那么大只，小时候还要用电脑动画去里面重新 P， 不要，我不要看那个。那个什么间谍8+9，+9看完了啦，就。巨人看完了，猎人我也重新看完了，反正就是那些好看的动画我已经看完了，你有没有重新的？快点！那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四，你不是说你还没看？哦，漫威电影我全部昨天都重新看完了，解个完我就去看奇异博士。啊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。哈？喂？明天解隔，我没办法出去玩。啊？你确诊？哦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啦、啊、哈。拜拜。喂，君，啊，你那个明天有没有空？我明天解隔，我们去喝酒好不好？体内消毒一下。啊？你爸确诊？你现在3+4哦。哦，好啦，那晚上打游戏。拜拜。我打个云位好了。喂，云位。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明天解隔，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我们去那个，啊？我就跟你讲，我今天已经筛出来是阴性了。对啊，我今天筛出来是阴性，哪一条线呢、啊？没事啦，我真的没事。我跟你讲，这咳嗽是后遗症，没事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就，喂。